他的宣传车，你看这个在那个馆前路那边，这边绕，这边喊“台湾民主独立万岁”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了，非常不合时宜的。是啊，借着前辈的人生故事与鼓励话语，重新感受当年理想主义炙热燃烧的火光与温。我想讲，我时代看不到啊，但是新的时代绝对看得到。